那如果是相法的时候，我们遵照的世尊所介绍的这位药师佛，他所修行的本愿也是可以成就的。那这里面有讲到令诸闻者业障消除，为欲利乐相法转时诸有情故。那在这里面我们先了解一下，在世尊所说的佛法里面，相法正法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末法是一万年。那我们现在距离世尊成道的时候是2500多年，所以我们现在是属于末法之初。那末法之初当然有一些末法的特殊现象，那在其他的经典也谈到菩萨永远住正法，也就是如果你能够去发现你清净的佛性，那你凡所有一切这个现象中能够体察，能够真正去观察所谓生灭生灭，用佛法来让自己起正观，正观照例，那不随着所谓世间的一些颠倒邪见而行为，终究你可以由佛所教导的佛法里面依然如佛亲临指导一般。只要大家心诚则灵啊，这个是很多修行人他自己能够深深感悟到的。那有的人就觉得佛距离我好遥远好遥远。那讲到说我们念诸佛之名号事实上我们就单就于释迦牟尼佛跟我们的关系，给我们的概念，我们如何来认识所有的菩萨跟佛。如果没有世尊他把他成就的历史说出来，如果没有透过世尊他告诉我们当时有怎么样怎么样的菩萨，他有如何的慈悲，在做些什么事，如何的帮助众生，他的智慧点点滴滴的展现，我们根本没有菩萨的概念，我们也没有佛的概念。那这里面呢借由这个其他的经典来让大家知道菩萨他在过去生过去是怎么修，而到世尊成佛的时候如何帮助世尊在这个娑婆众生助佛宣化。那因为这个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是由文殊菩萨他请佛来说诸佛名号跟他本愿的一部经，所以这里面就介绍一点点文殊菩萨跟释迦牟尼佛的互动关系。那话说这是在大宝积经里面第130卷里面一个故事。他说有一天呢这个波旬呢这个魔扰乱了很多的修行人，于是这个文殊菩萨他就现威神力，然后他的威神力多厉害呢，他就进入了一个叫做破散诸魔三昧法门当中，就进入这个三昧中。进入三昧的时候这个魔功啊，就是我们这三界里面的魔功啊，突然之间这个一切的魔王魔众魔功就开始乌云变色，就是魔功呢就开始褪色，然后这个魔王所有的魔他本来这个魔可以让自己有法力嘛，有魔力，看起来很庄严雄壮威武。那一天呢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些魔呢各自健身昏冒雷疾主杖而行，这就是大家突然之间怎么变得这么老了，容颜失色，很老了，然后非常的虚弱，整个腰都弯了下来，然后拄着拐杖抖抖抖。那这个诸天女变成老母，所有的这个魔旁边的这些伺候的这些天女们变得好老好老的老人家，老妇人。这个时候这个魔宫大家都非常的害怕恐怖，怎么本来这么极妙庄严的这些
天宫啊，这些魔宫怎么刹那之间就变这个样子？那大家就是很忧虑啊，心大忧愁，身毛皆竖，就是这整个毛都立起来了。惶怖思念是何变怪？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话说这个时候，文殊师利菩萨他就自己使用他的这个威神力，再把自己化成非常非常多的天子，化成百亿天子，然后百亿天子个个就走到这个魔的跟前，就走到魔的跟前，然后告诉众魔说：汝勿忧惧，你不要害怕，你也不要忧虑，这个不是你的灾难哦，也不是这个劫要尽了。因为这些魔心里在想，是不是劫尽了？是不是我们魔宫也不见了？是不是这个世界都变了？他说哈，此非汝灾，亦非劫尽，所以者何？怎么说呢？今此是有住不退转菩萨大事。今天是有一个菩萨大事，他不退转，名字叫做文殊师利菩萨，他有大威神，道德超世。那这个时候呢，因为这个文殊师利菩萨他入了一个叫做破散诸魔三昧法门里面，所以这个菩萨的三昧威神之力把你们魔宫啊，因为你们都是不是正知正见的，把你们魔宫全部都毁了。这个是文殊菩萨自己在变现成天子，然后去到魔的跟前讲，那因为他要摄住这些魔，这些魔扰乱修行人呢。这个魔王跟魔众一听了之后，哦，听到原来是有一位菩萨叫文殊师利菩萨，这菩萨也太厉害了吧，太恐怖了，所以他们一切人都很害怕，然后就问这些天子，其实这些天子就是文殊师利菩萨自己变现的，他自己变现说其实就是那个文殊菩萨不退转菩萨。那这些魔就问他说，诶，怎么办呢？那我们怎么办？然后这个化人呢，这个化天文殊师利菩萨他就讲，他说哦，你们不要担心，我告诉你们一个很好的办法，你就可以恢复你的状态，而且一切都会恢复的。那他们就问他说，那怎么办呢？他说，你们就去赶快去礼拜一个叫释迦牟尼佛，你们速汝等今宜速即往诣释迦牟尼佛世尊所，你们应该要去释迦牟尼佛那个地方礼拜他，因为啊，诸佛如来有大慈悲，释迦牟尼佛现在在娑婆世现成佛。如果你有恐怖颠倒，这些被这些忧恼给歼破的话，你只要去了，释迦牟尼佛就会安抚你，就给予你安乐，除诸忧苦。这些魔听了之后，他们听了之后就快速的，大家都很老了，都变得很老老迈的老者跟老妇人，然后就大家一起就去找释迦牟尼佛。然后到世尊的跟前呢，他就说，大德世尊，愿见救护，愿见救护，救救我啊，救救我啊，看起来都这么老迈。他说，免之变怪，困苦大厄，我们现在有很大很大的灾厄，你看我们都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了，都这个样子。世尊啊，我等宁受百千万亿诸佛名号，不愿闻比文殊师利一菩萨名。他们自己就这样讲，他说，世尊啊，因为这个魔当然历时很久，他都是在扰乱修行人，十方都有众生在修行。他说，我们宁可要你叫我们受持佛名百千万亿的诸佛名号都没有关系，我就不要听到文殊师利的名字，我就是不要听到这个人的名字，太恐怖啊。因为他入了一个三昧的时候，然后让我们的魔宫都毁了。他说，我即闻是文殊师利菩萨名时，便大惊恐，若丧自身。我听到文殊师利
菩萨的名字的时候啊，我好害怕好害怕，就好像我要死掉一样啊。那这个时候世尊哦，就看啊，世尊就说，就跟诸魔讲，波旬啊，你今天为什么会变得这个样子？你平常不是非常的跋扈吗？不是所到之处都还可以变现啊，好多好多去扰乱修行人。那你这样说文殊师利菩萨也不合理的。世尊跟他说，是文殊大士，凡所开导利益众生，一百千佛习所未作，今亦不作，当亦不作。他说这个文殊师利菩萨他不是普通人，他都是在帮忙佛来开导众生的。有很多很多的佛过去生他们所做的事情，那这个所有一切文殊师利菩萨也在场，那文殊师利菩萨也不会做错任何的事情，他都是在过去现在甚至于未来会利益众生，你怎么这样说他呢？然后这个所有的魔众他就跟世尊讲，他说因为文殊师利菩萨他入了一个三昧，把我们都打回原形了。打回原形这个有没有像那个科幻的跟那个古 那种片子啊、哦？他说我等啊，我们从今以后，我等从今皈依正觉，唯愿哀悯，复我本行。他就跟世尊讲，我愿意皈依你，因为本来魔就是不听教诲，他有自我的想法，然后他不听教诲。他说我愿意皈依佛，世尊，你说什么我都愿意接受。那你只要让我恢复本行，恢复我想要的这个样子。然后佛就跟他说啊，且待须臾，你等等吧，等等吧，等一下文殊师利菩萨就会来啊，自除如此。他自己来帮助你们恢复，让你不要这么羞耻，变得这么不堪。那这个时候文殊师利菩萨他就从三昧中起，出定了。出定之后跟无量无边的天众一起来啊，来啊，这个看释迦牟尼佛，一起来拜见释迦牟尼佛，然后绕佛三匝啊，退却一面。那这个时候这个就是一种菩萨的行经啊。这个时候佛就问世尊佛就问文殊师利，他说文殊师利啊，你刚刚是入什么？是入破散诸魔三昧吗？因为你把诸魔的天功啊，他们的魔功，他们的德，他们所谓的功力全部都瓦解了。文殊师利说没有错，世尊，我刚刚是进入破散诸魔三昧，因为他们太过分了，这个我要得到教训，因为菩萨就是有这种威神力。那这个时候佛就问他，你修这个三昧修多久啊？什么时候修的啊？那这个文殊师利回答，我本未发菩提心时，从佛得闻如是三昧。我过去生过去世还没有发菩提心之前，我就听闻那个时候的佛就有讲有这种修持法，有这种三昧，我不会入魔啊，就是要如何能够降魔。那世尊就问他，那是多久以前的事啊？那尊佛叫什么？文殊师利就回答，过去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尔时有佛，名字叫什么？号曼陀罗花香如来。曼陀罗花香如来，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听闻的，后来我就宣我就这样学习。所以这个三昧我修成功之后，文殊师利菩萨不入魔境，他不入魔境。这个就是修行里面你要如何护自身，护自身让自己能够一直安住在正法中修行。那为什么提这个故事要来让大家知道？所以我们一般来讲为什么要念佛号？今天他讲诸佛的名号诸佛当然包括菩萨的名号。文殊师利自己问哦，问世尊，你给大家介绍介绍，难道文殊师利菩萨不知道吗？他知道，他就是要让所有与会的大众去了解，
已经没有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住世为我们讲经说法直接指导的状况之下，你如何真正安住在正法里面？你如何心中有法？你可以如佛亲临一样继续指导我们，那就是念佛，那就是你本身要懂得佛菩萨的名号。佛菩萨的名号，他在修行的过程，他并不标榜，他并不标榜，他每一次在修行的过程，他的修行办法，他度众的功德，他所有的能力，就以这样的一个名号为代表。那这个名号由谁来介绍？由佛来介绍。比如我们现在跳场，比如说中国的孔子，孔子有没有告诉我们说，尔后你们如果读书读不会，你们这个礼义廉耻四维八德不会的时候，要喊我 孔老夫子的名号，自会得到我的庇佑。孔子是没有这么说的，是没有这么说，但是孔子真实 出生在我们中国，在我们中国的时候，给我们中国文化很多的一个指导，他有很多很明确的这个很明确的指导原则。我们是假设，如果孔子一直修持，一直修持，一直到某一个时段，他修成正果，他成佛的时候，他会如同释迦如来一样，在某一个应该示现八相成道的地方成佛。成佛的时候，他会倒推，我过去生过去世曾经当一个什么？我过去生过去世曾经当一个老师，我过去生过去世曾经在去此多久多久，或是十方这个世界中，曾经有一世名字叫孔丘，可不可能？是，本来就是这样。但是这个由谁来证明？由他成佛之后，他本身给予众生的指导，他的信福力跟所有在场的菩萨同时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得到一个概念，我们得到一个明白，原来修行他一路走的时候，这个名号在你因地的时候不重要，但是当你到果地的时候，释迦如来他在成佛果地果位的时候，他为我们介绍诸佛的成就，包括他自己，而这个是表彰诸佛菩萨的功德，显示众生对诸佛菩萨的赞叹跟敬仰。这中间是他所有不知道多久的时间长期修行累积出来的正量。所以当我们从释迦如来这个名号，我们从释迦如来这个名号一称颂在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连接释迦如来、释迦牟尼佛他整个修行的过程。他未成佛之前曾经叫什么菩萨，因为在他的历史里面他一一为我们解说。所以这个过程就是我们透过佛告诉我们他成就的历史，他本身他怎么的度化众生，而由现场当时世尊在的时候其他的菩萨来展现菩萨的样子，展现菩萨的威神力。这个时候这个菩萨就是佛的过去，就是因地叫菩萨，果位叫佛。所以我们如果称颂任何一尊佛菩萨的名号，这个其实都是释迦牟尼佛介绍给我们的啦。称颂称念佛号的时候，我们的心中就会提起敬仰之心，就会自然的清净起来，就会把这个佛菩萨他本身所有修为的一切连贯起来，在心中产生了极清净极清净的相应。因为众生一样有这个清净佛性，这个很简单。比如今天我们看中国历史上不是有个文天祥吗？
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那文天祥在这个就死的时候，是不是一样就是没有畏惧啊？是不是像这些，当你心中想到文天祥的时候，就感受到那个浩然正气。你今天念到文殊师利菩萨，透过世尊介绍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文殊师利菩萨他的智慧。一样的道理，今天所有的诸佛我们所认识的都由谁介绍？都有世尊介绍。他介绍阿弥陀佛，他介绍药师佛，他介绍十方的好多佛，阿处佛，他介绍什么如来，什么如来。这里面这个名号直接就拉到这尊佛他在修行里面的所有法门，所有慈悲，所有功德，所有的点点滴滴。所以当我们任何一个众生，你提起正念，真正去念到这个佛的时候，就直接与这个佛相连接上。而且诸佛就是这样，法身遍一切处，佛他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愿力，他没有拒绝过任何一个众生，只要你愿意加入，你愿意学习，他都是与我们同在。所以呢，这里面文殊菩萨他没有指定，他不知道世尊要介绍什么，他直接问说，佛你能不能介绍如是相类诸佛名号，然后是在我们向法的时候最适用的，可以帮助众生。那于是这个世尊就介绍了药师佛。那这个地方请大家翻到第十页的课本。对于刚刚这个文殊菩萨的故事，想不想把它听完？好，那我们再先把文殊菩萨的故事说完。那这个时候回到刚刚啊，刚刚世尊就问文殊菩萨，文殊菩萨说：“哦，其实世尊他也是修行啊，他跟文殊菩萨会不会擦身而过？会不会雷同在某一个时段你会相会？会啊，他成佛的时候，文殊菩萨还在现场。”所以那个文殊菩萨他就告诉世尊，我就是得修持这个破散诸魔三昧，所以呢，只要我看这些魔众啊，他扰乱修行人的时候，那我就会好好的把他扶住。那好好扶住的状态呢，这个他本身降服了这些魔众，而且还叫魔众去皈依佛。这就是菩萨的行经，他不是说哦，你们这些坏蛋今天被我降服了，来来来，古爷称我为大王。他不是，因为他把自己的位置，自己的所有的地位，自己所有要帮助诸佛宣扬的这个功能认识得很好，他知道这是主办，也就是今天三千大千世界，只要有一佛，有一佛，成佛，只要有一尊佛，一尊佛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要来护持佛法。那都要护持佛法，就是以这个成佛的这个佛的所有的教学为他的主轴。所以所有的菩萨说什么法，都是带大家去礼拜世尊，去学习。他不是标新立异的，我又是什么的什么。所以这个文殊菩萨，那这个世尊就问文殊菩萨，他说你是怎么修持的，当时那尊佛教导你，你如何得这个破魔三昧。他就讲了，他说我具足成就20种法，我修了20种主要的项目，所以我的成就这个破魔三昧。同学，我们是在末法，这个叫做魔强法弱，魔强法弱的时空了，所以很多你无法分辨。那这个时候我们自己要有正知见呢，我要如何能够修持然后破魔，自己不着魔，那正法就会现前。他说一者呵毁贪欲，破坏贪心。我就是自己有贪欲的时候，我就要自己看清楚我自己，破坏我这个贪心一直在增长。第二，呵毁嗔怒，破坏嗔心。
如果我有嗔怒起来的时候，我要自我关照，我要让我这个嗔恚之心消泯掉，我要破坏我的嗔心。三者，呵毁愚痴，破坏痴心，就是贪嗔痴最主要的。如果我很愚昧无知的时候，不要纵容自己愚昧无知。有的人嘿啦，我唔办啦，我感觉你唔好过日，知影在要创啥。有的人以自己的愚痴为自豪，以自己的这个退缩的这些情形而认为无所谓，那这样子你永远是在那边绕，永远还是在轮回中。第四，呵毁嫉妒，破坏妒心，就是我要让我自己不嫉妒。因为到修行的时候，有些时候你会比较，会嫉妒，什么都可以拿来嫉妒，什么都拿来比较，那你这个心胸就非常的狭隘。世界上没有你可以尊敬的东西的。你的心中如果只是会嫉妒，所以他说呵毁嫉妒，破坏妒心。第五，呵毁骄慢，破坏慢心，让自己不要慢，这个邪慢呢，整个人就满了。这个慢一出来的时候，就是魔王。第六，呵毁诸盖，破坏盖心，就是五盖十禅的五盖。这里面呢，太多，就是要自己真的，如果自己有这个情形，不要纵容自己，修行这上面是很重要。第七，呵毁热脑，破坏脑心。如果你真的现在产生了一个脑那种热脑，很烦躁，很烦恼。这个时候你要告诉自己，我不需要这么烦躁，我也不要这么烦恼，我可以自己提起正念，我礼佛，我念佛，我愿意精行，我愿意用一个什么样的办法来毁坏我这个热脑的心。有的人他就是很烦呢，烦，愿意让自己坐在这个烦恼当中而不愿处理，这样是很糟糕的。这样你会在里面又产生很多邪念，又产生很多很烦躁，自己很难自处，以外呢，别人也很难跟你相处。第八，呵毁想念，破坏想心。每天呢做太多太多的白日梦，东想西想，想的无微博啊，这些东西啊，要让自己静下来。想那么多都是最无聊的，你怎么不想想应该好好修行啊，让好好自己有一个禅定的功夫啊。第九，呵毁诸见，破坏见心。内心人最讨厌的是内心的这个见，可是很多人就很巴结自己的这个见啊，这个见出来，哎，我就是对的，这个怎么样怎么样，邪见。所以呢，如果说你有这些诸见出来的时候，你应该要自己来破坏自己这个见心，就自己这个心啊，这个见是一种成见，这是三界里面的见思惑啊，这都是见啊。人呢一怎么样呢，就是有一个自我的知见，然后高高的矗立在那里啊，这个如须弥山啊。这些见呢要让自己知道，这就是我个人自我意识哦，这个时候我只拥有我自己的想法。第十，呵毁分别，破分别心。如果你张三李四没有办法愿亲平等，穷的富的啊，你这个上面有一种高低差，你要知道自己分别心哦。我喜欢不喜欢人也好，事也好，物也好，我们要有分别的正知见，而不是分别心。就是分别可以知道红黄蓝绿，可以知道所有的善恶，可是心中不是讨厌这个善的这个人跟恶的这个人。第十一，呵毁事，破坏取心，也就是对很多的事情你有一种特别的喜好，我就喜欢这种事，那我就不喜欢这种事。所以你要呵毁自己啊，呵毁自己说你都是取啊，这是一个取。那你说我不喜欢这种事，这是坏事，那我干嘛要喜欢它，这个就是另外一个见。这个不正确的事，你不用讨厌这个人，也不用去讨厌这件事，
而是你不参与而能够做帮助。那如果正确的事就该去做，而不是特别的因为比较心而单就于某一区域的某一种事。这个地方是在讲这个坏取心。第十二，呵毁执着，破坏执心，也就是你要呵毁你的执着，你要看到嘿，自己在执着了，有执着的味道，确实是这样，要看得到自己。第十三，呵毁诸相，破坏相心，就是喜欢某一种相，这一打开电视就知道你喜不喜欢了，对，有的看起来哇，就是很喜欢，很养眼，而有的呢就看起来会不舒服，你到哪里去都是一样的，那种喜，这种好恶啊，这种好恶强烈，那这种就是很着相。十四，呵毁有法，破坏有心，就是执法法执，这些道理，这些佛法或者这些世间法等等的，对这个坚持不肯放，那 这些我们法有相应，可是相应都是要让每个人越来越自由，内心呢不会不会有这个对立。那如果说你在这个内心的对立里面，其实那个有已经成为一种伤害，孰高孰低，孰好孰坏，然后这个法怎么样，其实所有的法它没有是非的，就是你要会用，让你的心自由起来，这样就对。十五，呵毁常法，破坏常心，人就是这样嘛，一定是这样子啊，生死生死一直轮回，你会死的人你还会当动物或当人，其实这是不一定的，这是不一定的，诸佛菩萨可以真正了生脱死呀。十六，呵毁断法，破坏断心，有的时候会断灭。十七，呵毁诸因，破坏因心，诸因就是五因呢，这是五蕴，当你察觉自己在色受想行识里面一直运转一直运转，你要提醒自己，要让自己能够 有勇气走出来。十八，呵毁诸入，破坏入心，十二入，眼耳鼻舌身意所对的色身香味触法，十二入。十九，呵毁诸戒，破坏戒心，就是有一个层次，有一个层次感，有的人就说哎呀，下辈子不要来当人啊，阿德提定给这个享乐，或者说哎呀，我想要怎么样怎么样，精神层次啦，物质层次啦，修行的定境层次啊，这些都是戒别。二十，呵毁三戒，坏三戒心，也就是一样是在欲界色界无色界里面这个来回的走动，这个就是文殊菩萨他具足成就这二十种法，二十种法他就破魔三昧，他不会入魔境。那我们在末法的时候非常可能入魔境，就在初开始学佛念佛的时候都是妄念的躁动不安，所以在妄念杂染之中的念佛清净不了，那不谈境界。可是当到你的心完全静下来的时候，已经没有这些杂念，就会还是会有什么自己本身期待心，希望自己能够进入到某一种境界，提升自己的就是修行上面，于是这个境界的殷切心就会产生一些魔考魔境出来。而这个魔境呢，就是自以为的世界，自以为的声音，自以为的景象，自以为的等等等等，自以为如何又如何，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这在末法的时候已经没有佛来为我们指导，所以就叫这个很容易啊，很容易琢磨。那当然这里面呢，文殊菩萨有讲这个是跟世尊的互动，那这个说的时候其实都要说给所有大众听。我们还是回到刚刚的故事现场世尊跟这个文殊菩萨互动，然后文殊菩萨叫这些魔都来皈依佛陀，然后就直接现场问文殊菩萨，那你怎么修，怎么能够破除这些魔？他说我是因为怎么修怎么说怎么修，那这些魔呢，他们自己也能关照原来我自己是魔，我为什么是魔，因为我着了魔啊。你为什么是魔，因为你以为的以为，所以你以为的以为的状态之下，你也产生了很多这个神通力，
因为之所以会成魔的状态之下，还是本身是有进入所谓的修行啊。那修行的考核里面，一不小心啊，就可以呼朋引伴的。比如说啊，有一些冥界众生，冥界众生对你的影响力，于是让你会产生幻觉。还有一些就是自己的所得心所产生的一些啊起起伏伏的魔考现象，这些都是修行里面会经过的。那我们只是从说修行里面啊去提到诸佛菩萨他们在这个彼此的互动里面呢，所有的菩萨帮助佛来宣扬佛法，助佛宣化，所以菩萨的名号是由佛来介绍给我们的。那佛呢，他自己成就的时候的那一世八相成道，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说，哎呀，我证得什么什么什么，我自己修为上面有所体得，这些留给修行人自己去评估，自己去知道。但是成佛佛，成佛佛，如同释迦牟尼佛这样啊，能够所说出来的一切立三世，立三世而是真理，那不是一般人可以办得到的。所以我们对于三宝，对于佛的名号，对于尊崇佛那皈依佛，这上面要很审慎的把自己的清净心提出来。所以为什么大家会意念会称这个念佛，念佛的名号，它是有它其中很深很深的意义跟道理。那这个地方我们再了解一下，就是第十页里面呢，在讲说诸佛的功德，那功德也就是功能跟福德，行善的果报就叫功德。那在大乘一章里面讲，功德功为功能，就是有功能，善有滋润福利之功，故名为功，也就是善，你这是一个善的行为，而这个善是无为的，它没有所得心的啊，这个是功，此功是其善行加德，名为功德。那你在行这个功的时候，你内心的状态，你内心的状态是叫做德。所以恶尽曰功，善满称德啊，这个是《圣曼经》里面讲的。所以德者德也，修功所得，故名功德。其实在修行的过程里面，你能够帮助众生真正产生功能吗？那你真的去做了，你内心的体会，你内心的智慧开发，这个就叫做德。所以有的人说啊，你什么什么功德，你真的没有真实的去完成它，这个功德只是在嘴上的而已，这个没有开发，没有去体证。那这里面又谈到说叫世尊啊，你说说这个诸佛的名号，听的人业障消除。那所谓的业障，我们就知道说啊，业障我们一般讲三障啊，三愿消三障诸烦恼。所谓的业就是我们的造作，不管是身口或是意的造作，它会带着某一种引力，它会产生一种影响力。那这个影响力呢，都拉到你的就是一直还存在，到你这个因缘环境吻合的时候啊，它又可以再现前，它又再还原再演一次。比如说这是举例，比如你把这个拳头打出去，你把这个拳头打出去，它有一股能量，它有一股能量，那一股能量对方他接收了这个拳头的痛，他并没有反打，他并没有反打，于是他把这个打过来拳头的痛，他的力量在他的身上一直还在震荡，还在震荡，震荡到因缘成熟的时候，他这股力量会释放回来，释放回来就是弹回来，你就是业，就是业的力量，等你要反受，对不对？所以我们一般很难去了解说业力是什么。就是意思是一样，当你骂人，你骂人这是口，你骂人的时候看起来这个言语飘忽过去，并没有留下什么东西，可是在他的心中，对于这个语言所产生的伤害，
它是放在心中，这个痛苦、这个想法、这些感觉是不是一直酝酿？所以这个语言有没有力量？有力量啊，它产生了你这里面的波荡。那波荡的时候，当因缘，你的这个因缘呈现弱点或是什么出来的时候，它会把这个能量释放出来，一样用一样的模式，你是语言商的，它就用同等的语言把这个东西释放回去。那我们说一般呢，消业障，消业障要怎么消？你是放出去的人，你伤人，你要怎么消？一定要惭愧忏悔吗？惭愧忏悔，让对方这个酝酿酝酿震荡震荡的时候，他还是会还你一些的啦。那还你一些的时候啊，另外呢，惭愧忏悔，惭愧忏悔，惭愧忏悔，是不是你的惭愧忏悔，他的酝酿酝酿在运作的内心的伤怀，会慢慢有一点接受啊，接受而放下一点，放下一点，那最后他最后的东西在奔放出来，是不是还是会有言语上的相对待？那这个上面才能够完整。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啊，业障啊，惭愧忏悔啊，这就是一个补救的措施。那你不可能说我伤了人，我不承认就好了，我不承认就好了。有的人是会，所以如果你没有伤他，你没有伤他之心，你没有打出这个，你没有打出这个力道出来，可是他对对方可能自己想象中的这个无中生有的，然后自己想象中就觉得这件事情他讲的这句话无心，但是我受伤，这个我受伤是不是也是酝酿？那因为你并没有发散出这个东西，当他想要把这个东西投射在你身上，他要报你这个仇啊，他觉得他被你所伤，他报你这个仇的时候你受不到，因为他因缘不会呈现，这样知道意思吗？他不会有那个因缘再来，因为这是因跟果的关系，因缘果，因跟果，你过去有造这个因或是什么的，你没有伤他之意，那他觉得如果你有伤，那就是因缘果，他会因缘再碰在一起。那如果没有的话，这个是像没有线啊，他没有线，那这个地方的这个人来讲，你觉得他伤你伤了我，可是你要反弹，来生来世你要反弹去追索他，追索不到，追索不到，那个就叫自我纷扰，那个就不是人家给你的业障，那种是叫做自障碍。所以很多人就是自我障碍，那这个地方来讲业障基本上是在讲说有造作，有来有去，它本身会对起来的这些情形。那以业障来讲啊，经典里面讲五无间罪最严重啊，这个其他的恶业啊不会障碍圣道的修行。那五无间罪就害母、害父、害阿罗汉、破和合身、恶心、出否身血啊，害母是很恐怖的呢，自己的母亲你还害得下去，害父、害阿罗汉，这是修行有正果的。破和合身啊，让身团就是有分歧破裂，那这个人离开身团，这个是很重的罪。恶心出佛身血，伤害佛，这是伤业障。那相法的话大家就知道了，相法就是这个佛法的宣扬里面的内容相似于正法时候的教法，所以故谓之相。佛陀入灭后，依其教法之运行状况，可区分为正法、相法、末法等三时。相法即是相法时的略称，这个时候只有说教者跟修行者，而没有正果者，因为没有人来指导你什么叫是，什么叫非。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是要特别特别的小心。那这个所谓的业障哈，还是介绍一下三障。我们说愿消三障诸烦恼，就是指啊这三种障碍会障碍圣道，跟你要修行加行，你真的要进入修行之前啊，会障碍你的这种烦恼啊。都第一叫烦恼障，烦恼障就是本性炽然，具足贪嗔痴三烦恼，所以会产生。很难产生厌离，也很难教诲，
就是至难生厌离，难教诲，难开悟，难得免离，难得解脱，至恒起的烦恼。其实众生几乎都是烦恼障比较多，业障的话是有、哦、是有，但是我们一般、啊、大部分的众生都在烦恼障，就是五蕴炽盛，什么事情都是这是贪嗔痴，这个现前现前里面一直结构是现况中的，所以很难厌离它，很多人自己不愿意走出来，很难受教，我就还你卖供了卖供，你就不想听。当你心中饱和了，你现在的感觉，那个烦躁的感觉，什么东西再也进不来，那你也不愿意抽离开来。所以修行啊，有些时候你真的要让自己练习，要练习让心定下来，修那个定啊，修那个定，让自己啊把这些烦恼放淡放淡。人差很多哎、欸。我们就曾经问过好多人，说你一天，他就说他一天呢、哦，就脑筋里就是这个念头，等一下那个事，等一下那个事，就一直在这脑筋里念头一大堆。有的人你问他说你每天怎样，他说没有事啊，他每天脑筋都空空的，不会想太多。所以人差很多很多的。那你真的进入禅修的时候，你才会懂啊，你有很多很多的杂念。那什么叫正念呢？什么是你在所有的现象中啊，你可以马上有那个分析的力量，那能够观照，正法会现前，这需要熏修，但是需要有意愿，自己愿意这样做，真的有意愿。这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在过去我也很努力的修行的时候，那我每天呢、啊、就修这三个字贪嗔痴。很努力的修这三个字啊，就每天晚上的时候就在想，我今天我就思索今天曾经发生过的，人都可以自己倒带啊，不用花很多时间，就发生过的今天里面有什么情绪，有什么人还活在我的心里，有什么人，有什么物让我心中动一下，那有什么事情让我觉得对跟错，我心中有不悦，那种自己解释的东西，然后就开始分析，这是贪，这是嗔，这是痴，那这三个我这个东西怎么去放下，我怎么去厘清它，最后出来都只有一个东西叫忏悔，最后出来的答案都是忏悔，你会知道其实这是贪嘛，这很明显就是贪，贪得自己的自己的想法，贪得自己的好处，贪得自己要的那种理想，然后产生出来，但有的表态，有的不表态，可是内心有嗔，有嗔，会的话还会付诸行动，是没有。那如果是内心有不悦，自我干扰，还是已经干扰到他人，这里面都是自己没有办法解套的东西，说出来其实都是愚痴的。那每天就修行这三个字，贪嗔痴，贪嗔痴，贪嗔痴，不了多久那个心就很静，不需要很久，同学回去试试看啦、啊、不需要很久，那个心就很静很静很静，一下就知道贪嗔痴，一下就知道这是贪，一下就知道这嗔，这是没有道理的、啊、智慧没有开启。当你把这些惭愧忏悔，真的何时真的向他对不起，这个人或这件事，不管他涉及三五个人或一个人，那这件事情他的关系法如何，真的真的把他观想在前，把这个人观想在前，然后真的很赤诚，唯一一个真心啊，人就是唯一一个真心，千万不要很虚伪，那就是一个真心，然后向他惭愧忏悔，不管是怎么样，那个心就很平静下来。第二天、第三天相处的模式就会变，真就这样。那种修很有效，可以去除自己的烦恼障。那所谓的业障哦，身口意不善所造成的业报，那就是障碍自己。那另外第三个叫报障，报就是烦恼跟业为因，招感三恶趣等果报。可能
你说业障，如果你今天是一条狗，你好修行吗？好不容易当人，然后又轮回当狗去了，退回去当狗，你好修行吗？当然不好修行，语言难通啊，不好沟通啊，对不对？那如果说是一只蚯蚓的话呢，是一条蚯蚓，那更麻烦，连耳根都没有，它只有震动的感觉，对不对？冷热皮肤的那种触觉，所以这地方是我们要如何珍惜，那我们要如何真实的去看待，我如何把握我自己，我如何把握我自己？现在是末法哦，那我如何把握我自己？我如何念佛？我如何照着走？我如何修？我如何的愿意用一个最赤诚的心，好好的关照我这个旷世巨症贪嗔痴。